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都是假的。我平时可斯文了，呵呵，想什么呢？虽然它没有面包，这是一份沙拉，我没要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要酱。小羊柿子，这个小苞米粒子，这个大白菜帮子，这个不要酱子。女主角还没到吗？需要芬芳。我先给你看一眼。走你。好，演的这个叫爆辣。爆辣。不辣，不是辣。这天我俩穿的色儿挺搭呀。